在我旁边打，挂了，另外一边吧，地墙来抓一下，这次还没打完，快打。好，水炸弹了，水炸弹了，靠近中间，小心。快点！他定位打了。先打头，第三先打脚，最后一起打身体，快点！快！真爆！打！都打！不要管了，都打！快打身体！快打身体！竟然这样过，哪招？爽啊！这样是不是不能捡箱子啊？哎，干！别把钱包了，靠背。干，好牛的，好牛的，我们本来我们看到第二轮，阿加龙才会出的，
cool.